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。我今天呢就是要玩《摩拜英雄》第二款游戏，我要介绍给你们，超级的无敌好玩，真的是给你好玩到爆炸，真的太好玩了。这把剑呢，我一直来讲应该是第六副本罢了。OK， 我现在呢可以去抽奖，因为刚。没有好久要掉我，这款游戏我本来是想一开始就转玩，可是我应该就每个游戏都一开始就要玩。这个友情召唤，我嘟嘟嘟，希望好运，没有好运。We can do it。我们得到这个，我有三个可以拿去合，合，伤心了。We can do it. We can do it. We can do it. 我老友在小姐播哟，真是。那这他妈的没有，假如这样子可以合成五星。给我想想。好，这个是。We can do it.他这种的是 ，We can do it， 感觉很万人群唱主题的那种。讲来讲 ，We can do it， 去死。Wait for it。我差不多就，我战地也是要有这个的嘛。我跟你讲，你战力耶，到11万还是10万呢？哎不，还是10000还是11000呢 ？No problem， 我算你钱，个屁！20000，你要你接近20000才算钱。我这个人就是想我接近到20000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就哇，得到钻石！我现在的目标呢，就是把这个升到10。这个呢，它升级的就是给你升到。啊，当公主 ！What the fuck with it？ Feo di ngaku pi， 听见吗？OK， 我们再来一场啊！我是玩得很强的，怕输掉。OK。来，我要使用大枪。啊，看我不中飞你！每次使大枪的时候都会有动脉。要有够强的硬装才会有动脉。Oh my god！英雄不够强，所以不输，所以还没有动画。I'm the best at being handsome. 宝贝，我听有安全。我们现在是对战 boss 关口，好像是打不过，因为战力也是蛮高一下的。我们去战斗看看，看可打过吗？节目我一台介绍游戏，我要看女生没有动画英语的方法，我是可以的，可以打过。他们就是一点点命，没有看到的。有的话发给大家还是可以的。我现在是可以拿到这个奖的，如果这个终极大奖你要有奖，这个人呢，你要通过第四个副本那个，我现在是第六个副本，是第四个副本那一奖，哇，让我笑哎，操，我干你屁事，这样难打，难打，你下关我屁股事哦，
啊？难道你屁股有东西啊？我老哎，看，我现在的目的呢，是想要这个。其实这个呢就很好，我们现在既然打不过副本，那就去打竞技场。我现在目前是80，我们今天早上就挑战过了。我们来玩通天跑吧，哈，对手可以不要这么弱吗？这是我以前用的人，我不是像当年的我。你们是乖乖投降认输，不然会很难。你看，全部都落邦邦，你们全部都落邦邦吗？你们有吃饭的吗？哎呀！太轻松了吧！这也太轻松，所以我就说超爽。你玩这个通天塔，跟你说了，爽爆你了！你这个可以再说吗？我不承认。也太弱了吧！什么？这真的是我见过最弱的。我重玩一下，我两个英雄战力都可以比他们高。我是看用两名英雄对打，不会吧？你确定要这么无耻？我们试看用一个英雄对打，在后面。我是怕，因为对手开始强了。可是我还是觉得一名英雄。我不想到 boss 关头的。不会吧，一个英雄都可以打过你啊！我两个，你们两个。We can do it. There is no swordsman. My mission is to protect lives. 我们两个人。Want to play risk rest? We can do it. Too slow. 真的是，你可以打过我，我说你本事太强。结束太快，一切太快。我们就要陪他奉陪到底，我们就玩到他打得过我们身上的话，就一直这样子玩玩玩。哦，大招都不用使。不得的，好厉害！
跟这个五星变成入红星啊。哇，废话这么多，就代表完了。开始战斗了。刚刚这个我死了怎么办？这次我还不是呢。可以不要这么轻松，这个拿这个东西也能。My weapon is your shield。你看看这可以吗？For me to make my entrance.所以我们今天影片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